抬头仰望夜空，有颗流星坠落，你看它是那么美，那么亮，就像充满希望的光。也许你不会再出现，让我们去传播你的温暖。我们还有无数的天使在颤抖，用生命托起这个世界。所以请你不要对生活感到失望和沮丧，所以请你永远别忘记那些背影给你的希望，把痛苦都遗忘，把感恩放心上，为了不惜一切的代价去救你的人啊。